可以可以，快点。你拿这个鱼竿回去就。是啊，我们没现在没有土鸡了。土鸡没有。没去山上拿回来，只能拿鱼去了。是啊。提前那鱼也可以养了。提前去过八月十五啊，是不是？对。走。你呢？知道去哪里没有？通道啊。是通道。你又不爱去。沉了爸爸，有点沉了。你的书包肯定沉了，还拿，这不是我的书包，还拿两壶油去，对，还带带什么那个月饼，月饼啊，八月十五是不能少的啊、哎、那你回外婆你只有几天假啊？十六的要上课了，是不是？什么？你十六的要上课了，十五。我星期三去上课。是啊，星期三不是星期六。我还在学校多待了一天，星期六才回来。是是是。走吧走吧。我还以为可以星期五回来，可以多待一天呢。爸爸，我把这些塞地上没关系吧？鲜鱼，鲜鱼，啊，妈妈太小气了，鲜鱼都不拿。那里，这一袋。哦，那下面呢？把那上面那袋丢了下来。对对对，那里全部是麻钩来的。拿一袋还是两袋？两袋。听外婆家当然要客气一点。要客气一点啦、啊，不是说客气嘛，拿给外公他们尝一下嘛，是不是？拿了这么多鱼，是不是？这好冷啊！对，可以了，两袋了，是不是？关不上。可以了没？哎，这井水刚消了吧？这个井，重新再消一下。嗯，这卫生多了。这个水很冷的。这水很冰，很冰，很冰。哇，这个舒服啊！嗯，喝一口，人的精神多了。哎呀，还要打一壶。打一瓶在车上吃是吧？是、啊。嗯。哇，太好了。宝贝，你说到哪里了？通道。到了吗？还有几分钟就到了不？开心不？开心啊！我都要睡着了。那你睡吧。几个小姐了。睡着了，等会见。还有老大啊，老二，还有老三，是不？等我们呢？我不等了。上去了。可以可以。哎呀，奶。啊。我爸爸该上班了。有人说不远，你开快一点嘛。哦，不啊。到哪里去啦？谁都没能来接我啊！哇，我从
家里拿来的河鱼回来，都解冻好了。看这里有海鲜了。哇，这里搞带鱼。姐在这里呢，大鱼。姐知道我回来肯定搞海鲜吃了。我就送这个鱼给你。干鱼呀、啊。对。还有这种小鱼比较好吃。你看小孩，小孩吃了就不怕。鱼哦。对，很小的。好好好，那鱼解冻了，这马上把它。可以尝试啊。拿一袋来冰那些呢。可以啊。吃不了这么多的。这个吃不了这么多的。是啊。拿一袋。我刚才打电话给爸，爸没接。啊，老妈也打过了，他也没接。卖不了了。炒什么？鸭肉。鸭肉。这个就可以了，这是肚鸭肉。可以啊。哎呀，这个可以哦。海虾。煮这么多，这小朋友的今晚要。不够吃，肯定。不够吃啊，够吃了，够吃了，这么多。肯定不够的。嗯。哎。干嘛没有？那你能分你给我一下，对不起啊。姐姐，哎呀，对不起、啊。我下给你。干嘛要到这里来躲嘞？不懂，你说话。你不懂。河鱼。麻钩。下回把它炸香一点点就行了吗？嗯。等一下再回锅一下，是不是？等一下我就放着进去煮嘞。哦，就是把它炸香再煮啊、哦。对。那个汤就好一点，是不是？对，一个汤更浓一点。是啊。西红柿煮鱼。嗯。可以的，绝对是鲜的嘛。看得有食欲了，可以了不？你看这个汤这么白了，可以出锅了。哇，这个可以。你们都是油炸的，换了一个是啊。我们喜欢吃那香的，还以为要都要回来，他又不回来了。啊，今晚不回来了。要不然的话，我就不煮这个。不煮，他最喜欢喝鱼汤。嗯，这个汤行了。好好，满满一大碗装不完了。嗯。哪个小碗装了？是哪个小碗？新鲜的河鱼，哦，辣焖，什么叫辣焖呢？哦，辣焖。哦，东塘款来啊！哇，你们就吃，你们两个就吃海鲜啦、啊？妹妹来，妹妹不吃啊？她吃过了。妹妹吃啊？吃不吃海鲜啊？两只小老鼠，三只小老鼠，快点！刚才有三只。快拿筷条啊！拿筷条吃啊！还有两个，还有一个碰碰的吃的最多，还把。有个叫吴新凤，有个叫吴梦瑶啊。哈哈，你搞错了没有？啊？反正也没事，我也不是别人。吃吧吃吧吃。好吃啊！回来就有海鲜吃。妈妈去拿杯子。吃饭喽！拿杯子。饭的款来，
八冬年。给你喝一口。这么大。还行。也不用太多杯了，啊，几个人一起。